人太恶魔，还有理智更理性。我们都不是理性男子，我们是感性，不是感性，是爱性感。今天这些女生要来测试我们的理智线。被我碰过的男人都想要再被我碰一次。哦。不知道哎，就是我平常的。来，我们看看他大尺度。没有，是什么？你的屁这么大，吓坏了！拼搏一辈子为了什么呢？就为了这个。哎，风铃，我问你啊。什么？你认为你是一个理性男子吗？当然呢，我就是理性的男人。当然不是啊，为什么？我也不是。你看，我姓张，你姓丰田，我们都不是理性男子。哦，笑话的部分。对，我刚刚终于理解了。分享一下笑话的，所以都不是，我们是感性的，不是感性，是爱性感，爱性感。所以今天这些女生要来测试我们的理智线。李智宪，哇，这个为什么一开场搞这么不好笑？而且你不好笑到脸发白，怎么开？啊，就不用开，今天有美女来了。而且今天我跟你讲，我们饶舌里面这个佼佼者屁孩来到现场。好，哎，厉害，主持人好，大家好。哎，这要送给康哥还有一龙哥、福林哥，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的新专辑。哎呦，这个你知道刚过年你送我黄历干什么？没有没有，是一个寓教于乐的一个专辑啊。哇，好酷哦，像国文课本一样这样。对啊，好酷哦。对对对，主打歌叫做《主打歌》，就叫《主打歌》，真的。现在出唱片有这么神？今天主打歌名想都不用想，主打歌，绝对主打歌是主打歌，那就主打歌了，主打歌。这样会不会造成那个工作人员跟你的这个争吵？有一点。麻烦一下，请问一下，主打歌是什么？主打歌，主打歌，主打歌，说你想要诺。你新专辑有个叫《屁文观止》，哎，这是专辑名称。你们整个专辑名叫《屁文观止》，然后主打歌叫《主打歌》。对对对对对。不是最红的歌那个吗？你哭，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啦啪啦啪啦。对对对，这最洗脑的。对对。好，希望那个大家都喜欢你。OK， 没问题，谢谢。现在没有，不是现在没有。太习惯了。现在没有女朋友。目前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不交女朋友？然后刚哥刚起来，还有在教的啦，啊啊、享受一下嘛，还在拼事业啊。那请问一下，这个水性杨花最近是几位？啊，谢谢。OK， 好了，那个谢谢你来，请坐。谢谢谢谢谢谢。再看看这个女孩啊，嗯，当她漂亮、当她性感、当她美丽的时候，可能很容易让我们的理智线断掉。对。那请问一下，饶舌歌手，饶舌歌手，饶舌歌手，怎么样才会理智线断掉？我个人的偏好，我觉得比较特别啊。什么？我喜欢那种怪怪的女生啊。对，就你知道，有一些女生她们。好像就是他们很有反差，就原本好像乖乖的这样，但突然某一个瞬间，你就觉得，哎呦，他好像可以继续探索下去，你就想要，我懂你意思，我懂，外表很文静，对对对对，然后把我趴在床上，把我背靠在床上，哎，不错，可以哦，让我探索一下，我懂，探索乐园。那佑廷，你会怎么样断掉你的理智线？我比较喜欢那种会跳舞的，有律动感的。然后，然后我喜欢女生她们抿嘴唇的那个动作，哎呦，就不经意哦，这样子抿一下这样子。你不用演给我看，我刚刚有个画面被你整个打坏，好吧？三叔不要了，三叔，三叔，那个你冷静。我蛮容易那个理智线，你有理智线吗？对，你找得到吗？基本上长得漂亮的我都可以。射物线也没了吧？有啦，最近有稍微变瘦一点。那请问一下，怎么样你理智线会断掉？我是喜欢丰满的女生，然后再来就是我会看女生的长相，然后再加上她的那个，主要会看臀部的部分。你喜欢翘臀？因为女生有些台北的女生，她们可能会穿韵律裤，就是说她们去运动的那种衣服，然后真理裤，对，真理裤也是，然后她就会露出半个屁股蛋这样微笑哦，对，然后就是我看到那个我会受不了，就是我会淡淡的喜悦，我也从侧边看一下，然后看能不能稍微看到一点点内裤的痕迹，然后那就还没看到就被抓走。我说拍点拍点，拍点被抓到了，这个兄弟惯犯。还有那种穿 OL 套装的，然后也是短裙，然后我就哇，然后加上你要走衣服系列，加上那种丝袜，就是我会看重点在臀部的部分，因为臀部我觉得。那有看过自己的臀部吗？很久没看到，其实我们都看，因为我有时候要看不到，转不过来，因为我们都看过。
啊，裤子可不可以拉高一点？我们常常每次看到他的屁股，对呀、啊，每天看到你的骨沟，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真的不太好。那是彩带，我彩带送给各位观众朋友。请问，我个人是没有在挑的，只要漂亮。我懂，漂亮嘛。然后重点是我喜欢一个穿着是现在很流行那种贴身的那种毛衣嘛。哦，然后重点是他要背一个那个包包是有链子的，然后那链子就是会，你就会发现他那个链子好像不见了，陷在里面，正看成岭，也陷入那个爱情的漩涡，陷在爱里面。然后你就说，哎，对不起，我找一下铁链，找到了，很粗的粗链。今天来很多正妹，你们冷静哦，好不好？今天特别招待，好不好？来招待你们正妹。哦哟！首先第一位正妹，你讲如何能让男人理智线断线呢？他 S O D 来帮你考考咯，一个不是是机器人吗？哎，欢迎他是日本朋友啊，日本人呢？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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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提莫进去的是吧？不能这样讲。我是说慢慢来，慢慢我让他们来。OK， 是台湾的感觉好不好？啊，你终于派上用场。对对对，半年多就到马尼。对对对。これから質問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ね。今回そのお仕事で日本に台湾に来られてどういう印象ですか？台湾に対して。台湾の人はすごい、はい、空港でもたくさんの人が優しくお出迎えしてくれてすごいあったかい優しい人たちだなって思いました。他一来到那个机场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很热情的欢迎他们，然后很温柔，他很开心。对，也很温柔。翻译小姐他翻译我觉得我没有前一个对吧，假日本人是吗？你会不会连母语都忘记了？真的啦。对对对，好，你看标准标准。那你可不可以请他先自我介绍啊？自己紹介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大家好、我是、Miss SOD だ、ガンライリシュンナイ。ガンライリシュンナイ、かわいい。ガンライ名字很長ね。ヒロセリオナ。あ、そうそうそう。なんかあだ名とかありますか？リオリオナ、リオちゃんとかなんか。リーちゃ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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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绰号就是リーちゃん。リーちゃん、きれい。交给リーちゃん啊，这不行。豆子。大家好。大家好。Miss S O D， 我是徐伟文。我是徐伟文。徐伟文。这个只有你听得懂吗？徐伟文。しずきまどかさん、しずきまどかさん、なんかあだ名とかありますか？しーちゃんで、しーちゃん、じゃあしーちゃんじゃ、しーちゃん、しーちゃん、じゃあ H ちゃんば、え、お、他の三位是、カブだから H ちゃん、じゃあそうします、那就这样吧。哈哈哈哈哈哈！不简单。OK， 问他们以前来过台湾吗？啊，以前台湾来られたことありますか？二人とも初めてです。他们都第一次来。第一次来。是，プライベートでも初めて。啊，初めてです。真的第一次。嗯，这次来台湾是要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啊，今回来られたのは。要吃掉我吗？不是。不是吧？今回来られた理由ってなんかこの宣伝とかお仕事とか。はい。SOD から新しいレベルのミス SOD の二人、しずきまどかと広瀬りおなを皆さんに知ってもらうために日本から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他们呢是。是算新人，然后 SOD 是一个新的系列，SOD 是一个公司，然后他们现在要出新的系列，然后他们是怎么会日文退步成这样？好难解释，反正他们是新人啊，然后要宣传有新的系列，作品已经拍好了，但是还没出，还没出版。还没出版，然后现在先来台湾跟大家见面，办个这个见面会，让大家注意到他们有多美丽。然后呢，之后推出以后，大家纷纷的就会去买他们的作品。没错，康哥居然听得懂，好强哦！我一直是故意给他表现的。这是听得懂？请问哪一位是幼稚园老师？嗨，幼稚园的先生やってます。先生，厉害！那都食べたい。哇！なんで急にこの業界に？来られたんですかね。私は子供が好きで、はい、ほぼさん保育士さん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ちっちゃい頃からエロに貪欲で、
ちょっと物日々の物足りなさを感じてこの業界に入ってきました。笑什么？听到什么了？就对色情非常的有兴趣啊！我从小就对色情这件事情非常的有兴趣。啊，我也是，好体贴哦。哦，这好厉害！所以他就是因为喜欢色情，所以要去 AV。对，一级棒，赛酷，赛酷，赛酷，好真实哦，对。休息了一下。这位以前是 DJ。以前は DJ をされてたって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なんでこの急にこの業界に DJ なんでアワアワダメ DJ モデルあのグラビアグラビアレースクイーン AV DJ 然后模特然后レースクイーン那个写真女星，写真女星，再来再来是，你真的是日本人，来来来来来，赛车女郎了，赛车女郎，出来变 A B， OK， 好玩吗？我很开心啊，我第一次看，是他啦，所以你太开心了，开心吗？今面白いです。现在超好玩。未来他们想要尝试什么样的风格？どういう作品を撮っていきたいとかありますか？好きなやりたいこととか。そのこの AV っていう中で。はい。AV の中でしかできないようないろんなシチュエーションに挑戦して、あの男装、男装をやりたいんですよ。男の子の格好して、で。エッチしたりして、まあとにかくいろんな作品に出て、みんなにたくさん気持ちよくなってもらいたい。我刚也是因为啥？太刺激了，麻烦你。他说他想要做就是只有 AV 演出才能做到的事情，像是其中有一项就是做男装。单搜是男装，就是女生扮男生的样子，然后男优在硬伤类型的影片，虽然虽少，但是还是有。然后因为他蛮想做这一方面的。哦，那我们现在来演的话，我演男生。OK， 那他女生想要怎么样的风格？啊，先说什么？私は、SOD のド M と言われるように、いっぱい激しいイラマチオとか、こういろいろ回数をこうどんどん増えるにつれて人数が増えたりとか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收着了。稍微一下，继续，受不了了。所以我想，就是比谁感动了，感动。SOD， 我想当就是 SOD 里面最抖 M 的女生，然后做那种很激烈的 play， 然后让大家可以就是越来越喜欢我的作品。难怪他刚刚那么开心，他就 M 体质的啊，他是彻底的被虐狂，所以想要做一些很激烈的做爱什么的。哇塞，哇塞，太刺激了！这样听起来我好像未成年。等一下，翻一下主持人字典。这个怎么接不上话？好，那这样问他，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这边这几位男生最想跟哪一位合作？この現場にいるこの男どもの中で、こうフィーリングでいいんですけど、誰と一番こう一緒にやってみたいというか、はい。みんなの中で。はい、一人選ぶとしたら。MC さんでもいいです。こんにちは。おお。こんにちは。来了。他重磅是不是？年上が好きなので。啊，他喜欢年纪大的。他今年七十八。あの78歳。什么七十八歳？多大？哦，那他啊，なんか。レッド。啊，山猪。拍谁啦？都谁？是不是？可爱。可爱。私は人です。初めまして。なんか好不容易これは山豚。山豚、名前が山の豚で。本当に？はい、豚。人間じゃないんですよ。然後变成人。もともと豚でその後人になった。他修炼成人。他说也可以，他想跟动物是不是？他说什么？听到了吗？人兽系列，我想翻译了。你跟他说我是裸选的，没有啦，导正，他说我是那种星光人兽啊，人兽。
好不好？那我受刑。请问有没有强心剂啊？OK， 太刺激了。好，那现在请他们就是找一位来宾，对不对？对他们三个。然后使出一招，让他们觉得他们很性感。誰か一人見つけて、はい、ここで。可以选一个。マイルとかでも。九十万、九十万。で、一人選んで。只是摆姿势，没有要。ポーズとか。pose。那没有要刻好不好？是やりたかった。拍手了，拍手，拍手。我是整人君子呢。哇。谢谢啦，谢谢。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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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看吧，不是帅就有用，好不好？可以啊 ，rapper。这什么卫生纸啊？啊，もっと、もっとくので、はい。别握别的，握那手。哇哇塞！这什么？我的天哪！屁孩，屁孩，屁孩在抓哪里？好了，我不喜欢穿内裤，我这样怕，你知道，等一下会那个。OK，OK， 谢谢，谢谢，谢谢。屁孩，绝对没有想到宣传唱片可以到这样的地方，真的，你真的赚到哎！我相信以后每一张专辑你都会来这里宣传。拼活一辈子为了什么呢？就为了这个。OK， 好，那个谢谢，请坐。高总，嗨，哦，这个屁孩，如果说真的这个人这个到达这个亢奋的阶段的时候，你要怎么让自己的，就像刚刚那样，你知道，饶舌歌手，冲崩啊，就是比较 real 一点啊，是，没有在什么冷静的，上完了自然就冷静了 ，OK 啦，佑廷是不是很失望，没有被示范到，没有被 cue 到呀，还是你要翻译小姐，你最近身体不好，你很冷哦，很虚啊，穿太厚，你怎么让自己冷静？冷静，我会听一些音乐啦。其实，在房间，对，听一些爵士，听就是女生叫的音乐。没有，爵士乐，爵士乐，比较心灵的，很方便。那三猪呢？如果是真的冲动的时候，我会看政论节目，然后或者是说看国光帮帮忙。那不是更那不是更好啊？就跟着感觉走啊，就还是该抒发就要抒发，然后也是稍微幻想一下。一发系列，一发系列。好，谢谢你的赞助，好吧。来第二位，请问在门后讲一句话，好不好？看过我写真的人没有反应的，就不是男人。哇！哎呦，你刚刚是冲过来？这个出场是哪里学来的 ？OK， 欢迎演员，欢迎欢迎。今天是有新，今天有新的作品啊！来来来，OK。等一下我去拿卫生纸。哎呦，厉害了！第二本写真哦，对，集可爱、时尚、性感余生。哦，在东京拍的。元气东京。元气东京。因为我很喜欢，就是那种日本的那种感觉。我也很喜欢 AV 里哦，所以我就为什么在 Seven 里 Eleven 前面要这样的姿势 ？Oh my god！ 没有啦。为什么要这样喝可乐？哦，很性感呢。而且我觉得真的拍的过程真的很紧张。紧张什么呢？就是怕走光啊，或是什么的。那你为了习惯不穿内衣，在家就练习裸体？对，因为我这一本的系列就是有点偏向自然，就是都比较没有内衣系列，所以我就在家里就是都不穿衣服，是全裸。请问家里住哪里？附近有没有？对面有没有空房间？可以改国光练习。没有，我是在室内。你要进来才会那个。你要进来。康哥不方便。可以拍吗？就在带你去办去对面。如果不要犯法，就看写真集就好。现在是当做你在阅览室是不是？可是来来来。你们在日本街头换衣服，然后路人以为你们在拍 AV 啊？对，因为为什么在路边换衣服？因为我们的套数很多，然后如果你要拍很多，你就要赶快换啊。赶时间，对我们算很赶。也不围，就直接来了。有啦，就是弄个帐篷什么的。就是随，就是衣服这样套一下。围起来，这么衣服而已。这次的风格你喜欢？我自己是很喜欢，觉得呢？很棒啊，而且有突破啊。这几刷了？这一本卖的比上一本好。所以我觉得，希望你们可以喜欢。喜欢喜欢，当然当然。那就 OK。我们刚刚有问他们，就下次走什么风格？你下次想走什么风格？
我有被问，就是说下次想要尝试鸡突吗？但我觉得其实这尺度有点大哎，但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的看法是什么。赞成的请鼓掌，支持，支持鸡突。不是男生会想要看女生鸡突吗？还是觉得很恶？没有啊，适当的啦。因为没有你看你怎么拍。对啊，有些很时尚的，就自然它没有漏点嘛，对对对，然后就是有一个形状在那边，然后大家就会遐想。是，对，不一定是色情的，看不到反而更。那为什么男生跟你讲话会发抖？哎，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我平常，我就是朋友的男生朋友跟我讲话就会一直抖哎。因为你太紧张，真的。然后我都会这样子，就是说还好吗？这样，因为更抖更厉害。说没事，很紧张。真的，我已经遇到好几个。我会受不了。应该是你有粉丝吧？没有，不是。你当时穿什么衣服？对啊，就是可能贴的，但是也没有那么性感，就是贴身而已。他就会超紧张，而且他嘴唇也会抖。我想，而且，不是他是讲他的眼神会放电。是，所以一般的那种男生看到他会罩不住。这么慢点，我被我电到。你太猛，他很会撩哥。对，我撩，对啊。没有，我也喜欢康哥这型的。那这型是什么型？你解释一下。你干嘛不高兴？你干嘛不高兴？你这样不显啊？man 不爽什么？没有放东西。我跟你讲，现在哦，今天有来一个很 man 的。啊，刚刚你很去他那个穿很多衣服的，你在旁边示范如何让男生失去理智。都来来，会吗？他已经开始了。是哪一个？哪一个？不是，中间有三个，没有看到其他吗？他以为是三个，为难什么？我已经让座了，然后这位置我也可以站到。对对对，来来来，坐。啊，好紧张。我要走 S 型，看多哦，来来来，这感觉是开始，这有剧情，这有剧情哦，剧情。猎物被发现，鱿鱼，可以坐你旁边吗？男的怎么尴尬成这个样子？我肚子好饿。你要吃东西吗？我想一起吃泡面，你可以帮我泡吗？好，可以。那可以在房间一起吃吗？可以。那你想吃什么？你不要躲，你不能躲。他邀请你什么事情啊？泡面，而且特别那时候麦克风没声音啊，就完全没听到，怎么办？好，等一下再给大家听。你小中风的，没有你爽到。他说什么？他说他想吃我泡的面，他想吃他下的吃下面那个，我想吃你下面下面吃他下的泡面。对对对，但在房间你吃，我在房间吃泡面还蛮。嗨，帮他泡面的朋友，真的假的？真的嗨吧，在房间是很嗨。那你一定要吃那个烧酒鸡的，更嗨。哦，你刚所以你的招式就是问男生要不要吃泡面。我不会讲太色情的话，他是撒娇，就一般，他是用 feeling， 而且他刚刚在耳边讲话那个我会受不了。没有要跟你讲，不是，我是说这种情况下我会受不了，因为。很近，然后你会感觉到他的呼吸，他的气息，吹到闻得到，对，然后香，就在你耳边讲，你就会觉得哇，那个会集体酥麻，对对对，我非常喜欢。为什么会有兽在叫？为什么会有野兽在叫声音？不行，哇，太好，这个专辑出了以后，你个人有没有信心大增？有，我有信心。很有信心吗？希望你也可以喜欢。哎呦，一只水马枪，好好。哇塞，你在脸红什么？你眼皮都红了，因为我很少，我平常很少接触女生，是认真的。哦，那你去他耳朵旁边讲话，看他喜欢哪一边。完全啊！哇！我要吃泡面。他好香哦。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女生，她讲话其实还蛮真心的。她满头大汗呢。她问我吃泡面这件事是真心，我感觉到她没有要干嘛，但是就是很开心的吃泡面。盗汗。对，你穿太多了啦。不知道在讲什么。额头都是汗，脱下来。好可爱。没有，我是真的要找他一起吃泡面。哦，我知道，真的。那你们先要先去吃泡面。为什么你这么热啊？他整个爆汗哎。对啊，他你是本来就很热吗？爆汗终身。哦，帮他踩一下，帮他踩一下。哇，他是在喷汗呢。真的假的啊？
老手的歌手不是通常都爱玩啊爱妹那种？没有，还是很害羞的。碰到餐车那一块，你应该是全宇宙嘻哈界最害羞的吧？对啊，最容易罩不住的。连外星人嘻哈界的看到你干什么、啊？没有吧？我觉得一般男生都像他们这样啊，你们才不正常。哦哦这里不是老司机就是老船长，怎么办呢？麻痹了。那你要坐他旁边吗？可以啊，你坐他旁边好了。你继续坐。我会紧张，我去坐。坐着，那我会紧张。那你坐屁在旁边。好，可以。如果不行就三猪哦。不要，不要，可以，我可以，好的，我可以，可以逃走。来，下一位，请问你要讲什么？被我碰过的男人都想要再被我碰一次。哇塞，就是会有回头客哦，来欢迎回头姐，回头姐，艾薇，艾薇儿，拍出来是这样，欢迎来，欢迎，大家好，我是艾薇儿，艾薇儿，请问您的三围是？三是第一，二是三四。哎呀，真的是不错，太棒了。您是星座是？真巨蟹座。那你巨蟹啊，你是芳疗师加内衣泳衣轻。婚纱对，什么是轻婚纱？轻婚纱是流行在欧美的婚纱，那它的材质是比较轻薄的，所以说它对身材的要求是，就是说很高，对，有曲线上的要求，因为它比较服帖嘛，是不是？因为它比较服帖。这个是轻婚纱，轻婚这也太轻了吧 ？SM 婚纱，轻薄纱吧？对对，下一张。哦，这个婚纱，这个婚纱几乎没穿呢。你这个出来我们去参加婚礼，你知道我们会怎样？公公婆婆会吓死，会婚纱会破掉，你知道吗？下一张，哇，哎，这个尺度不输写真集，真的，你最厉害哦！你是做按摩，你还有方对按摩 SPA 的，你会帮男生按摩？对，男生女生都有服务。那男生按一按，他不是就是疯狂？就是翻正面的时候，就会直接搭帐篷。哇，那你怎么办？你如果看到他，就拿大毛巾盖住啊。他一直跑掉了，一直。只要你在那洗手，在冲他，就这样。你是习惯了，所以不会尴尬。不会尴尬，而且你一定要装作没看见。他们就是想要你看见，想要你有反应的。那如果说这个人翻过来，如果没有搭帐篷，你会不会很失望？啊，没有，让你有，然后开始换。不会了，不会了，太多。什么店啊？几乎都有反应，我是自己开，几乎都有。大概10个有11个有反应吧。哦，你是油压的？不是按你穿对油压穿的衣服就是正常按摩的。对对，我就是穿正常的衣服。所以就是这一套。不是，是那一套。OK， 哇，为什么有客人投诉你内衣厂商广告不死啊？哦，因为我有帮厂商跟厂商的那个内衣还有泳装拍 demo。嗯。那有客人拿着就是我拍的 demo 照片去跟厂商说，哎，为什么我穿起来的效果没有你们这个 model 拍的 demo 效果好？这是你有。对，哎，效果很好，有差哦，不是有差啊，是那他们是说穿那个衣服没有办法穿出他这样，那你先天条件好啊，对啊，你要先这样啊，对啊，你没有这样怎么会有这样呢？那你的英文数字一定不一样啊，对对对对对，什么罩杯？低罩杯，你看嘛，嗯，干嘛叫他看？我赞同，起手就一个低，还有一张，哎呦，厉害厉害，你觉得什么样的？动作跟行为会让男生断线，绑马尾的那一瞬间，你绑马尾吗？绑男生的马尾，绑自己的马尾，绑自己的，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绑马尾会让我们罩不住？因为绑马尾的瞬间，你会撩出来，先把头发往后撩嘛，会有说过，后光说不练，我们先，我们被我们示范一下，有口诀吗？没有口诀。哇，好有力哦！线条线条，哇，啊，就这样，太短了吗？不是，那你每一次绑马尾时间应该蛮久的。是啊，对，从开始绑晕很久，绑到绑头发才知道他这套衣服很屌哎。怎么样？就是后面是镂空的、啊，嗯，有吗？哦，对啊，这边就这种。一块那样，一块什么？一块布，一块布。你有喜欢的那种型的男生吗？我喜欢看男生的屁股。看男生的翘臀。翘臀不是屁股，不是单纯屁股。
是翘臀，也翘，翘翘也翘，是哦，你喜欢又黑又翘，那就是他一定要健身啊，才会有翘臀。对他一定要运动。哎、欸，我有来，我身体里面最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屁股。好，哦，你从下面摸，我摸吗？对啊，就这样子啊，这样子抓，摸，我预备气，看看啦、啊。结实吗？有吗？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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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硬跟软都可以，硬跟软都可以。你是在试买枕头还是什么？看你喜欢哪一个？这是什么样节目？刚刚怎么会掐屁股大赛？那你觉得怎么样 ？OK 吧？觉得可以。你在喊什么？你不要在你的日本同胞面前丢脸好吗？他们比我还那么很大。那你现在是单身吗？我有男朋友。有男朋友啊？那你会帮男朋友按摩？会啊。那他也会搭帐篷吗？有的就不会想帮。重点。就太害羞了，这可能直接进入正题了。我们今天有讨论这个正题吗？我怎么不知道？你刚才没有写啊。正题是什么？哦，就是说他还是很享受，就对。对。OK， 那你会每天帮他按吗？每天如果有他在我身边的话，他就会扑上来，然后就叫我帮他。不用讲这么细啦。你刚那个好像是一娃绑马尾了。你又掉汗了是不是？你现在预约应该接不完的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按摩？在台中。台中、哦，台中哦，台中人。对，男朋友会吃醋吗？对啊，就是他尊重我的专业，一定会担心啊，但是尊重我的专业。担心。那以拍照来讲，拍照的话，就是三点不漏的话，他都是可以接受的。哦，那算很明理。对啊，真的这样好。那今天有要表演油压吗？躺这里吗？好，谢谢，来请坐。谢谢。右体。你看到男生不是？你看到你为什么一直问他男生？你看到女生舔嘴唇，你会受不了？会啊，因为你看嘴唇，你就会看他，就是会联想到很对。听到另外一个画面是，就很，我觉得我是觉得很性感、啊。那个圆圆，你可不可以舔个嘴唇给他看一下？你是吃到酸梅？我试舔看看。好，预备，试舔，气。这家伙给我死盯着看啊，要不要不是、欸、我会踩你的脸哦。不是，不然要怎么舔？来，我舔一个给他看。哦，哎呦，这个最厉害，这是连续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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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技。但我比较喜欢亲，我比较喜欢亲。问他们喜欢圆圆那个，我喜欢圆圆，因为比较含蓄，比较含蓄一点。哦，那个太性感。那要再一次，太性感，要再一次吗？没关系，要不要更性感的？这个太高 level 了，这个等级太高。更性感，看，再舔那个嘴唇。哎，ちょっとこう唇をこういう感じでこうセクシーな感じで、あ、彼に向けてやっていただければ。哇！哎，对，老师，哇塞！败阵了 ，OK， 好，我们现在要冷静一下。这是，你是不是不想结束这一次的录影？好像小梦一样，好棒啊！来，第四位，你要说什么？我的尺度绝对让男人守不住啦！尺度妹来了，来，嗨，欢迎鬼鬼，鬼鬼最近这个画画的作品是哪一本？最近画画小画模特。大尺码的模特，不是大尺度了，大尺码，大尺度了，开玩笑，还好吗你？请问你的三围是？34G、26、33。OK， 哦 G 哦。那既然你一出来，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对着他舔一下嘴唇？预备起。哇哇，他的眼是翘的。对。你在满意什么？不是点头，在那边点头。不是，而且你不敢停，他是一直还在点，还在点。直球啊！对不起，我忘记喊卡。对对对，你要哪个？来，我们看看他大尺度到底是多尺度。哇！有在穿衣服吗？
这个是什么？乳牛。乳牛装哦，乳牛装太诡异了。对，在哦，下一张太适合这个主题。哇，小红帽，那我这大野狼饶不了你。怎么会让你？你有看到我的奶奶被大野狼吃掉？你的奶奶健在。哇塞，那大野狼绝对不会让你跑掉的。下一张，是什么？那是沙，那是什么？沙吗？不是，你的晕有这么大？那是沙子，那沙子哦，沙子。我以为是用那个马赛克，马赛克把它吓坏了。这很有创意啊！喜欢吗？太棒了，太棒了。太厉害，太棒了，太棒了，好不好？这是代表我们台湾沙雕大展，就是这个。守得住吗？哦，这个守不住。请问一下，这个是谁想到的这样？这是摄影师想的，对。然后其实国外有这样的作品，只是台湾没有人拍。然后我们那天就是想说，反正都到沙滩了，然后就即兴发挥一下。可是海边风很大哎。对啊，你的沙会越来越少。人还很多。沙很难沉。对，还有很多，那很多人看。人很多。用湿，然后就会粘住。粘住。哦，变泥土的感觉。你原本是个穿着很保守的人。嗯。为什么？因为前男友管很紧。所以就不能穿一点点沟都不能出门，一点点沟都不能出门，一点点都不行。那后来怎么会这样？对啊，后来他就，垃圾被垃圾车载走之后，我就解放了。他劈腿了？对啊。哇啊谁？然后劈腿之后你就生气了？对，你就大解放。对，可是他就是找一个。可能包更紧，他更喜欢，就是穿潜水衣那一种吧。哦，他的菜。对他不习惯，他不习惯有沙雕了。对他不喜欢就是。走在路上，很多人要请你吃冰，为什么要吃冰？就会就是可能逛个西门町，就会有人就这样，哎，小姐小姐，我可以请你吃冰吗？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就是说。就是想要认识一下，交个朋友，然后想说，不管是什么天气都是吃冰吗？随便找个理由，贵冰啊，寒流来了也吃冰。可能看到我就想到冰了吧？哎，你们先聊，我去打强心剂。你的理智线已经断了八根了。然后你有遇过性冷感的男友？其实都同一个前男友嘛，然后就成因为。在一起很久，然后到后面就是觉得，哎，好像了无新意，然后就开始对我穿什么女仆装啊，就想说，哎，可以服侍一下主人，然后又或是小护士，然后主人可以帮我打针吗？然后男朋友就说你在干嘛？衣服换掉，换睡觉。哇塞，一秒冷掉呢。哇，会这种反应，通常是鸟掉在偷吃了。哦，你怎么知道你有过这样？因为这么漂亮的女生是他的女朋友，可是他却对他没有心意，那就是代表你在外面处理过了。没有吧？啊，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想被打的。我觉得什么东西不想被打针？怕针护理师的部分吗？对啊，不想打针。他可能喜欢就是平凡一点，不要走这种路线。哦，你就是平凡的就来来趴下趴下啊，好谢谢。太平凡了啦，太平凡了。真的，不然就你问他们喜欢被打针吗？你们喜欢被打针吗 ？cosplay 我可以啊，没有人问 你我也可以。我们就是你我们就是不问你而已。啊，你不要抢着发言，是不是？他在问你后面那个。哦，哎，怎样？我真的蛮好奇打针是什么，就是实际上是怎么演出？是真的打针还是打他一个形容还是？哦，情境啊，情境，情境，没有被问过对不对？你去问他。又要倒汗。哥哥可以帮人家打针吗？可以吗？又急了，你还好吧？受不了了，几次了？这样几次？我说理智线断掉几次？我人生第一次遇到这种，真的，真的，我没有。哎，遇过这种状况。你说男生对皮衣眼罩最没有抵抗力，你怎么知道的？之前就是玩到没把戏了嘛，然后就只能拿什么那个。你们是马戏团啊？我就拿绳子，然后把他手绑在床上，然后再把眼罩戴住，就让他不知道我要干嘛。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最喜欢这一套。真的吗？
哎，不要这样。对不起，哎呦，好多好多道具啊！哇，怎么那么多？哇，这个神奇宝贝球。之前买来想说可以玩到，然后一直都没有用到。对，因为它跟别人试试这感觉跟山猪是一套的。这是什么？要绑手的啦，绑脚的，靠在那个床的柱子有没有？放在嘴巴。葛雷的。山猪很懂。你就帮他绑。哎，我被绑了。你不是最喜欢？对啊。M 吗？不是 M 吗？不是 M 哥吗？他超演的，你要这样一整集吗？打他！叫！这太多了！叫！好，太好！哎，这套送给你，你以后真的会这样入狱。Oh my god， 什么感觉？什么感觉？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样？不，我有些很，你怎么头晕呢？羞辱。对啊，这你是笑着。可是 M 不是都喜欢羞辱感？我发现我没有那么的变态。因为我发现其实很丢脸。对，很丢脸。因为这太多人在看着啦。今天我们帮你导正，而且你机器人已经拿合约这样要撕掉。啊。请愿，好丢脸。来，你先坐吧，哈。你先坐。今天来了很多的美女，哦，大开眼界。其实我们今天这一局呢，就是为你们两位所设，哦，就是让你们觉得说，在做音乐这条路上，不要认为会很艰苦，不要认为会很乏味，其实，在宣传的时候。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小确幸，对，但你的盗汗的那个毛病要赶快改掉，好不好？来，我们来听屁孩的单歌。身在这个主流大世界，大大为了大大大大的大事业，讲话常常不能太直接，非主流就直接大事业，好正常，好普通，唱些日常，好轻松，我不紧张，也不紧绷，我喜欢你。但不行碰，再用一些假意，表达我的虚情假意，不能太咖啡欲望的要压抑，加点台湾风格 only 出在家一家也 rap 不要 set flow 和英文不能太花，不然很难 get 刷点 bad 但不上 bad。 大家好，我是主流饶舌歌手屁孩，谢公司说我缺手主打歌，唱歌要去学武打歌，歌不长这样他们就不打歌，所以我想了一个旋律大概长这样，你听一下哦。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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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对，就是这个样子，谢谢，这是屁孩。